有消费者不愿配合佩戴口罩，员警到场劝离，该名妇人已戴起口罩，离开后竟甩掉脸上的口罩丢在地上。本分局依传染病防治法告发，并建立卫生局以最高裁罚15000元。另外，店员遭辱骂，据民众告发该名妇人未戴安全帽及酒驾部分，本分局依涉嫌妨碍名誉及公共危险，移送法办及致单。以后出门就要戴口罩，不要还要让人家提醒。全部人都在防疫，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方便要罔顾大家安全，好吗？你讲我安人不对，都为唔对。他人身攻击啊，还骂人。小姐，口罩可以再丢吗？我刚刚你劝导过了。你在，你要不要戴起来？我问你要不要戴起来？我回信，我不要戴。OK， 小姐，你稍等，现在请你配合我。好，我已经跟你劝导过了，依然不要戴口罩，请你不要走。我现在在跟你盘谈。好，稍等啊。还没，还没，我待会要给你开罚。好，没关系。让我过来，请你稍等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等啊，我怕什么？哒哒哒哒哒哒。